豆子全掉了，那就得赶紧捡去。对呀、啊，要不都打里边。加班啊，有木房吗？你是得上木房不？你自己肯定是国内的，国外的谁你自己的呀？国外自己咋着？他不显示啥现在？说哪呢？你问问，要木房还订木房吧？现在没有啊。外包得包啊，咱包外包还得包对吧？来两块来碗，是吧？另外这个。